不是啥任务，80多岁老太太见我都跑，还哪能打仗？打不了了。去还是不去？心情灰暗。咋的？看病吗？活不下去了，枪毙我！什么？你们俩动手！干啥呀？连长，指导员犯纪律啊！指导员犯纪律，去还是不去？态度。去还是不去？去。行了，头啊，这次执行任务呢，我陪你走一趟。你陪我走啥呀？添堵啊。嗯，是。到战场上，我是帮不上你。哎，我这体格，挡个子弹行吗？干啥替我挡子弹？让我欠你人情啊？谁也不欠谁的啊！我光荣的呢，老齐，虽然能顶上我位置，你要光荣了，谁顶你啊？说什么呢？什么光荣不光荣的？你们记好了啊！咱们这些人，谁也不能少，要少少鬼子。嘿嘿，干我这行的没谁瞧得起，打黑枪。懂我的人，连长是第一个。得了，拼将一死，仇知己，咱轻飘了，啊？四儿，连长啥意思啊？连长为你两肋插刀。妥，我去了。不过有一桩心事，你们得替我了了。说。万一我回不来。退。我说万一。退退。让小寡妇替我哭两声。走吧。这次到外边之后啊，把脸跟那土给我和一和。咱们这次是保护，能不拼命不拼命，自己多上点心啊。小王，这次回来之后啊，我请你喝酒。没用，打黑枪的，战场上转一圈，能活下来的，才有资格喝酒吃肉。明白。连长，我跟你丑话可说到前头了啊。如果有往回撩的，我一枪可就把他毙了啊！我不会打招呼。行，没问题。不过问题是，咋的了？李四儿要去。啊？不是，你说他。他跟你瞎掺和什么呀？这不添乱呢吗？在哪儿呢？这是。他说你要教他打开枪，得先有战斗经历。那小嘴巴巴的，我死活劝不住啊。不是，这丫头疯疯癫癫的，她到底跟你说啥了？只有从战场上能活着回来的，才有资格当炮手。嗯。这话这么熟呢，说的挺好啊。这不我说的吗？我没教给他呀，我没，哎呀，膈应人，我没教给他，真没教给他。Thank you.
灯。过量伤身，少喝点吧。这么冷的晚上，你说他在干什么呢？你还是惦记着他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把我收房，是不是因为他？是你让我说实话的。可是你看得懂我？你心里很清楚。李家的人不敢接账房。你是想富有四海，还是想称霸一方？我都想要，只能选一样。那你听。只看结果。将軍閣下。家族にか。はい。品で見聞きしたことは書かないように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体調はどうだ。お気遣い感謝します。大し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。ただ肺を少し養生しろよ。
おっしゃるのはパーの秘密輸送ですか？では直ち準備します。いや待て、君は心を病んでいる。そんなに焦っていても仕方がない。落ち着くことだ。二度とこのようなことはしないように。分かったか？君はグオウェンチをどう見ている？将軍閣下、なぜ突然彼のことを聞く？グオウェンチ、典型的な商売人と言えましょう。もし我々が八路軍と交戦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ら、グオは手を出すだろうか？それは彼にとって有利かどうかです。私は商売人ではないから利益の追求はしないが、損得は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ん。はい、それはつまり彼に手出しをさせなと。簡単です。利益を与えさせる。よし、手配してくれ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。報告は見たかね？見ました。昭和12年から今までのたった3年で3万ターズのパーロの勢力が40万にまで膨れ上がったと。脅威か？うん、脅威です。それに銃剣方面も気がかりがあります。それではグオを引き入れるのと同じだろう。八路軍消滅以前にグオが厄介な存在になることは望まん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コラニ、怖いってやん。いや、老爷。哎，你怎么上房了？嗨，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。哎，快快快，下来下来！瓦碎了，瓦碎了，这是这一换漏水。你快下来！哎，娘家姐姐，有事你说。哎，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老九啊，都走了两天了。按时间说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晌午就应该回来了。我说老爷呐，你说，哎，姐，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团长，分区电报。哎，老九他没事儿啊，要回来了，看看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老九命大，死不了，死不了。哎。这赵晨怎么还负伤了呢？啊！哎呀，这家伙，这他还把墙整高了，这是防贼的。还是防我呢？小儿科，这不也就防个马大嘴吗？
们家杨巧同志，还是那张皇室呢。小同志，难道是你吗？是老天扔了一块石头出来吗？杨小同志，要是你的话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你再扔一块什么东西出来，我心里就知道了。杨小同志，真的是你吗？好像不是石头啊，馒头。今儿十五，月圆之日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姑娘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姑娘，怎么了？我听见外面有动静，别是那家伙又来了。哎呦，墙那么高，门又让您锁了，它还能飞进来吗？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啊，快起来，去去去，好，听话，穿上衣服啊。真麻烦。啥六十二一百一十？不是六十二，也不是一百一十，应该是六十一。一百一十？六十一。我说了一百一十，咋了？你怎么还能有我记得清楚吗？从上次我去他家到现在六十一天。你是在教我打枪呢，你还是发春呢？什么是发春呢？你就是发春呢。哎，你说四儿，你说他这么长时间他都没见我了，他不想我吗？哎呀，不跟你学了，你自个儿玩去吧。哎哎哎，你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！不学打黑枪了你？你好好教吗？啊，我这挂石头挂半天了，我啥时候能打枪啊？不是，四儿，那子弹那么金贵，你得先把手练稳了，你才能打枪啊。就你那样，我能练稳吗？我啥时候能练稳呢？哎，你说我啥时候我能去杨巧那？我能大没大胖的，一进去，妞子一见我，三哥你来了。然后张皇室一见我，来，姑爷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你说得啥时候啊？你就说吧，你说怎么整啊？你才能好好教我打黑枪？啊，是不是我把你跟杨巧整一块去，这事儿就成了？啊，对呀。四儿，你有啥办法呀？啊？行，这忙我帮你啊。你真能把我跟杨巧整一块去啊？帮你呗。那走吧，快走。走啥呀？走啥呀？娶媳妇儿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吗？这事儿能着急吗？是啊，这事儿我说了算啊，你听我的，我要不提这事儿，你不提。你要骗我咋整啊？那我天天挂石头呗。你要骗我，你天天在这挂石头啊？啊，必须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师傅是在700米以外被击中的？嗯。那按你们行规，是不是超过600米很难击中啊？嗯。我也纳闷了，日本人就行，我们怎么就不行？你告诉我啥叫测距啊？测距，这多容易，就是拿拇指一量，就知道200米、400米、600米、800米。等我慢慢教你，一算就能算出来。你给我那张纸上
说超过400米偏差1厘米，超过600米偏差2厘米，超过700米偏差更多，是这个道理吗？嗯。哎，就那个林志宇写的那个说明书，在上面写没写封片呢？没有。你看，我就知道那个林志宇，他怎么可能给我写全乎呢？他没写封片，就等于啥也没写。啥叫封片啊？封片就是风把子弹刮偏了，能听懂吗？那我咋知道，多大风把子弹刮到哪儿去啊？我不知道日本人是靠啥啊，他那个书顶他给我写那东西也没写，我们是得靠经验呢，靠经验。反正我是在600米之内我就看，你现在这个树梢啊，风往哪边吹你一看你就知道，草尖儿啊往哪边倒你就知道风往哪边吹，风有多大。它是晃啊，它怎么看啊？看不出来啊。你稍微风啊，你咱就说风再小点，靠啥呀？你就不能靠眼睛看了？你哥教你另外一招啊。那啥，还有一招，简单好学。你呀、啊，你感觉不到这个风偏了，你伸舌头，你看啊，你看哥这个，风从哪边来？从这边来。啊，风有多大？哎，我靠经验，我就知道那个枪口挪移多少，然后击发。啊，你先来一下，来伸舌头，伸长点儿。哎，舌头这么，闭眼睛。风从哪边来？嗯，从上面来的。那是你鼻子出的气儿，你伸长点儿，你屏住呼吸，对。从哪边来？哪边凉？对，从这边来的，多大？然后你那个枪口就怎么移动多少啊？你看啊，咱俩一块儿啊，你看、啊、咱俩一块儿，然后，嗯，风从哪边来？哎呀，干啥呢？我俩。我俩歇会儿。啊。指导员，你的舌头要伸长一点儿。有个好消息。小杨啊。啊。对。杨巧。杨巧。被张皇室打了，让张皇室打了，因为张三啊，啊，这算什么好消息、啊？你行，回来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哎呀，没事了，你出来给人添乱还能干什么你？啊，真打了啊？哎，他干嘛打的呀？哎，那什么，你歇会儿，我跟他说点事儿啊，没事，你过来，啊。哎，你昨天是不是又给人修房子去了？问你呢，啊！为了这再把你关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也不能再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也不用说太多，这你都明白了吧？是明白。你明白什么了？那个杨巧挨打了，因为我吗？哎呀，这有些话吧的。那什么，教务长在那边呢，你去找他，给你出主意。再呢，你抽时间呢，你看看他去。看谁呀？杨巧啊！看是看，只能看啊，不能有想法。只能看，不能有想法。我又不傻，那就别去看。那我就没有想法。去吧，走了。刘部长，你是不是上火了？上啥火呀？为你上火，那整个桃花山都点着了。你刚完成任务回来啊，就上了人家杨巧家的墙，你说你这毛病咋就改不过来呢？啊，你丢的不是你一个人，也不是咱们连，也不是咱们团，是整个军分区
整个战区。哎，你说，焦部长，我要怎么才能变成一个这个像你一样的人呢？那么好，那么那什么？这是你的真心话，句句是真。张三同志，要想作为一名合格的战士，嗯，要从两个方面改造，一个是思想方面，一个是劳动方面。思想方面怎么个说法？要从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，要革命，要革自己的命。你要弄清楚，这仗是为谁在打，明白吗？这个指导员是以前给我讲过不少，这我慢慢想。劳动改造这方面我是那啥呀，我可没少干呢。以前在那个李大棒子家，那家当长工，啥活都干。张三同志啊，你原来是在为一家干活，现在是在为天下的劳苦大众干活，你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。哦，焦部长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就说我过去是给一家干活，我现在就得给很多家干活，对吧？对，明白了。张三啊，知道吧？一个革命战士，不看你嘴上说的有多么漂亮，关键是实际行动。好，请组织上看我的实际行动吧。我要脱胎换骨，我已经不是我了。大爷，家里有活吗？没活。你这要有别的活多好。阿娘啊，你说你这除了洗衣服也没别的活啊？要有别的活多好，我帮你干吧。没有，我给你拿点水去，谢谢你。这鸡没叫你就来了，这已经晌午了，你该回去吃饭去了吧？啊，没事，大娘，我自己带饭。出去吃去。我边吃边干，别耽误事儿了。焦部长，你们这样纵容他、包庇他，如果这事儿不给我解决，我就去趟军分区问问赵司令，看你们还是不是人民的军队、百姓的靠山。张嫂，您先消消气。我说您这个帽子是不是扣的也有点大了？啊，我绝对不是护犊子。我请问，我们的张三同志和你们家杨巧，他俩究竟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？没有吧？张三同志是当过土匪，身上是有一些绿林人的习气。可是我们能看出来，这孩子的心，最起码是好的。他想变好，咱们就得给他机会。给他机会就天天来我们家干活啊？张嫂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容我几天，我再调查一下。如果属实，我绝不姑息，行吗？Thank you.
行啊，你说说吧。团长，我每天不眨眼的盯着他，关键是他在小伙家做好事，那我也不能拦着呀。老齐啊，办法是有的嘛，可以动动脑筋嘛。那我也不能因为他天天派人跟着他嘛。哎，是啊，总不能让人看着呀，得让他有事做，不能让他闲着。就按政委说的办，给他找事干。团长，除了打枪还能干什么呀？学文化总可以吧？哼，不是我连初小没毕业，我怎么教他呀？我一边少气去啊！有你的事儿，让李四教他。哎，说对了，李四那可是张三的克星啊，也是我克星。我说你这上一句下一句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有个张三我就受不了，再来个李四，你还让不让我活呀、啊？撤了我得了，撤了你，撤了你就便宜你了。我告诉你，长了，站起来！告诉你，其他白货，你死也给我死在这个指导员位置上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四儿啊，这事让哥整埋汰了，窝头翻个露大眼了，哥给你丢人了。丢啥人啊？你平时什么德行，大家不是不清楚？怕啥呀？不就多关几天吗？哎呀，多关几天少几天的事儿嘛。那巧那日子咋过呀？那老太太你没看着那多讷呀？那老太太整不了她，那巧遭罪了。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。这事儿说明杨巧儿现在态度很明朗。啥明朗啊？敞亮呗。可惜就这个老太太，要不是老太太玩命拦着，我觉着差不多你们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也就是说，再过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过10个月吧，我应该是算是有大侄子的人了吧。你就宽慰你哥，他真是男孩。你咋这么不要脸呢？你说这事儿，乐啥呀？乐啥呀？我给你分析啊，这事儿很简单。现在的问题不在杨巧儿身上，现在的问题在以张老太为首的封建残余势力身上，在他们这儿。以我爹多年跟佃户斗争的经验，必须立即迅速调虎离山，把他给弄走，然后你俩就可以煮饭了，明白吗？完了。吃啊。咋吃啊？那老讷太太在哪儿？没法吃啊。你不会想办法呀？不是，你还没想出来呢。不正想着吗？话怎么这么多呀？哎呀，累死我！同志，交部长让你去一趟团部。啊，来了，您去哈。哎，四儿，你可得帮哥想辙啊！哥这等你呢啊，指上你了啊！四儿啊！部长，您找我。哎呦，李四同志，来，先请坐。哦。李四同志啊，对，坐。组织上决定啊，让你去当教员。教员？教谁啊？张三呢？张三啊？我教张三？对。教他文化？嗯。让他进步？嗯。他就不再犯错了？对。然后就不用再进去了？嗯。既然你都清楚了，我就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不，您先别这么定。张三他不听我的。长三之火，
轴着呢。刚刚我跟他说半天，他都不听我的。我觉得这个任务挺重的，您交给一个有经验的同志。李四同志啊，你把事情想复杂了。你看，李四教书，张三学习，共同进步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。不可能。就这么简单。你把然后说了吧。没有然后。张三同志啊，是一个打仗的天才，他更是一个犯错误的天才啊！啊，你看，咱们关了他多少回了，是吧？要再这样下去，那就不是进去的事儿了，那可能是……哎呀，哎，不是，您别这样。哎，没准儿，说不定呢。要不然这样成吗？如果我完成任务，我是说我出色的完成任务，我能要个特批吗？嗯，你跟谁结婚啊？我不跟谁结婚啊。那不结婚你要这个干什么？我不是要结婚的特批，我想要个犯错误的特批。我是怕啊，我是怕将来万一我也一不小心犯了个错误，那我有个特批傍身，好歹也算。你这个组织原谅我一回，给我一个机会啊！按规定是不允许的，但是为了张三同志的进步，我先口头答应你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哎，李四，你回来，又咋了？你到底是为谁要的这个特批？我准备材料去了啊！我先准备去了。这，啊！谁在算计我？是谁在算计我？下去吧，这玩意儿咋又来了呢？这玩意儿，你把那手拿出来，我看看，拿啥呢？手里？小曲唱的不错啊。咱家待的挺舒坦吗？一般吧。从今儿开始不惯着你了啊！还给你个揍一下！郑源，你又想干啥呀？不干啥，督促你学文化。帮他长见识，哦，这是捂的用尽了，来文的了。我就说有人算计我，你要是不想让我娶媳妇，你就明说。干啥你来这套下三滥的？好玩吗？这就是你们头让你干的。看出来了，谁比谁傻？一分钟啊，就这意思。哎呀，哎呀。不愿意是吧？不愿意行，我先马上打报告，调你回新四军，江那边远着呢啊！哎哎哎，这是要断我和巧的念想是吧？聪明。每当有人问我活着为什么，我只能说为了一句承诺。我曾经对自己说要让你快乐，带你翻过大山
大河。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老婆，我只能一笑而过，默默闪躲，因为我从没试过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还有什么选择？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却对自己说，你是我的老婆。为了你，我可以一无所有，只要让我默默在你左右。这辈子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可我一直等你白了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下所有，让人爱着恨着也值得。我的钢铁之心和你相约在2015年1月10号 PPTT 不见不散。